从来没有想到，走出花角看到的第一眼就是这样的场景。四周山崩地裂，血肉横飞，无数的人倒在自己的身边。青云一阵恍惚，仿佛这只是一个噩梦。他完全吓呆了，任凭炸弹在身边炸响，直到一只温热而有力的手将他拉回到了现实。在我们日本人看，鱼的灵魂就随着这片肉与人的灵魂相融合，这个过程充满了和谐。这个人杀过人，打过仗。是啊，丁家人全部都打过仗，是一帮冥顽不化的凶徒。何拐子化妆成红衣刀赶到狮头山的那一刻，阵地上一片火海，疯狂的日军对丁家人实行了绞肉机般的屠杀，烈焰如织，天塌地陷，死神像恶魔一样吞噬着一切生灵。快点，再快点，必须尽自己所能为丁家人争得一线生机。的日子啊，没想到这么多人来凑热闹。弟兄们，拿出咱们丁家人的豪气来！杀鬼子，包家园！杀鬼子，包家园！把天上的小鬼子送给他姥姥家去！集中火力，往丁家老房下突围！走！
他。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跑下去，不要回头。我不走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我们谁都不会死的，快回去给娘报个信儿，快走，回去，跑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们遇到日本人，他们杀了我们好多人。